开始。本辖民众遭投资诈骗，察觉有意变向本所报警求助，最后以诈骗集团约定时间与本辖超商内面交取款新台币100万元。本所及侦查队员警埋伏多时，见时机成熟，一举逮获苏姓车手及江姓监视手，双方均供称甫刚加入诈骗，分别负责取款及监视取款，即遭警方逮获，连酬劳都还没领到。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，也请侦办。